真的吗？这么厉害哦，金伯成都不知道。大概吧。对呀、啊。注意一下七零。那你不叫，跟飞。他不是会叫。达克，达克，达克。我没看过啦。啊，你有跟他报号码吗？我单子给他了。他应该知道吧？他会先叫。下一个号码。然后我们，705号。黑色漂白就会了，就变白色。白色你是说？反正我们上次去美国的珍珠奶茶、小笼包，还有那个酒菜。酱油怎么做的？对，就这盘菜吃好久。口袋有东西啊，我写什么？乐色，杰色，杰色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平音，慢一点。乐色嘛？怎么？这故意掉了？掉了，换一下。那你要不要加点酱油？加点香油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是醋哦，不是香油。对，要醋，加点。他没有香油，不要，他不用。要稍微想办一下。我把这碗喝掉。不要啦，你看那个这个酒要喝掉。你先喝一口看看。喝酒。